社队阿怎讲？你已经听透你附近人的话，来吃我所吩咐你讲，唔通吃伊食伊的。所以土地因为你的缘故成就作，你一世人劳苦，才对伊得着食。土地要为着你发刺皮甲刺鱼，你也要吃农民的菜色。你要流汗满面才通得着食，到你为土，因为你是对土提出来，你本土本也要归于土本。第二位的圣经是伫个马太福音第六章，马太福音第六章24-34。马太福音第六章24-34，无人会顺服人的主人，因为伊会怨叹这个，听迄、那个，还是会对伊讲这个，看轻迄、那个。你袂为服侍上帝，煞服侍之财。所以我甲恁讲，无得看入恁的性命要食什么，要啉什么。也是恁的身躯要穿什么，恁的性命减无较大滴美娘，也恁的身躯减无较大滴衣裳吗？试看天中的飞鸟，无种植，无收成，无接住伫切仓，恁的天父也伫饲因，恁减无比遐个较贵气嘛？恁什么人会用？看路互性命较长一刻久，啥事为着以前看路啊？试想山里的百合花怎样大长？因无得外无香气。若是我甲恁讲，当所罗门结香火的时，伊所穿的无达比这棵花的一蕊。当山里的草今仔日开的，明仔日迄滴花落。上帝予伊穿到安尼，何况恁小心的人啊！所以，无你看如讲，阮要食什么，要啉什么，要穿什么，因为遮个拢是外邦人所求的，恁的天父也知，遮个拢是恁欠因的。独独耐心求伊的国甲伊的义，就遮个物拢免煞予恁。所以，无得为着明仔日看路，因为迄个明仔日，伊要家己看路，一日的艰苦比一日够硬。好了，咱请圣华飞。